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中青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808年1月16日，旧历的12月11日，礼拜三。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新庄乡一个出海口附近，吼不少人士头倒废气不加废气土，严重破坏生态。乡长陈焕忠气噗噗，嘛去派出所备案。中华政府之爱基金会伫咧中华基督教病院医疗大厅举办爱心义卖活动，筹募为路沿的经费。鹿港文武庙内共有20多丛老青仔树取得树干，鹿港镇公所向林务局申请300多万，要来替老青仔树看病。新闻一开始来看，新港乡大渡溪口是国家级重要湿地，除了有丰富的海洋生态，还有招潮蟹故乡的称呼。不过最近哦，挖十个出海口的附近，予人偷倒废弃土加废弃物，为着要来阻止生态这个偷倒事件一再发生，公所是有预定要伫路口装监视器来抓人。新港乡大渡溪出海口是国家级的重要湿地，有招潮蟹故乡的美名。乡公所致力维护当地生态环境，近日发现约10个出海口附近的路边被人等废土加废弃物破坏环境。新港乡呢，即处伫咱即个新港的即招潮蟹的故乡，加即个海边呢，佮今仔日佮有迄个即不孝的厂商吼用即个建筑的废弃物吼来遮偷渡。也当讲吼，希望讲咱跩厂商呢，大家要自己要节制一下，唔安即个废弃物啊摕来乌白倒，影响到破坏到咱即个招潮蟹故乡的即个吼环境吼，希望有关单位咧，咱警察单位咧，会当紧将即个不法的厂商咧来抓出来吼，来罚钱罚金，罚因较重咧吼，以免以后咧佫继续。安尼有即落情形来发生。新港乡长陈焕忠表示，上任4年来，这片重要湿地已经被等第3届的废弃物，对此感觉非常的心痛，出面强烈谴责这种不孝行为。即马公所这边哦，会来用马上来用即个监视器，因为无安尼定定咧来咧偷渡吼破坏，啊，佮刷落去，跩废弃物那有的有毒的吼，会影响到咱所有的乡民。甲咱的渔民。陈焕忠乡长指出，目前已经到警局备案，公所嘛将今年计划伫这路段加装路口监视器，杜绝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大中华新闻也奉有新港采访报道。中华基督教病院医疗大厅充满着过年的气氛，除了每年都会来举办的爱心义卖活动以外，今年哦，中华政府之爱基金会也来加入义卖行列，希望会当募到微弱经费，让独居的士大能会当吃到烧烫烫的年菜。医疗大厅突然间变成市场，唔呐，日常生活用品，就连新疆团体顺手工制作的艺品嘛，提来义卖。中基副院长周志忠嘛来当场认购，送给妈妈。我也在跟着，那个走吼，金穗也在家。除了新疆团体带来手工艺品的义卖，由新疆朋友组成的合唱团也伫现场演唱好听的歌曲。爱是不知怕不这户之爱基金会执行长指出，
今年二月所在将用在独居老人举办的围炉活动顶头。那我们这三天的义卖，我们真的首先要感谢就是赞助的这个厂商，因为我们赞助的厂商他必须把他的所得 25% 捐给我们，这个捐献的一个所得我们会为独居老人在过年前的时候我们会办围炉，那围炉的时候我们也会找一些厂商来帮我们这些长辈啊剪头发，然后理头发，还有就是为他们按摩修指甲。每年都会来参加爱心义卖，厂商嘛讲，义卖场面一年比一年较大，唔来当做生意，佮会当做爱心。爱心义卖将会一直进行到18号，一礼拜五为止。头条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想花阁会当做爱心，何必定丢软后蕨？是甲这个月月初伫咧花样和美活动顶头所来无着的爱心发票，全部捐予仁爱文教基金会，关心帮助弱势团体。何必定公所月初举办的花样和美活动圆满结束，16号上午，丁丁软后蕨从东港募集到的爱心发票，转手捐予仁爱文教基金会。我们响应的花海节的一个活动，捐发票的一个活动，我们受到广大的证明的一个支持。然后我们今天把我们所捐赠的发票赠予我们仁爱文化基金会。然后我们借由公所在办理活动的一个内容，也结合我们公益的一个事项，让我们民众在参与活动能享受到活动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内容，以及能够带动我们民众的一个爱心。那这些发票呢都将会挹注到我们学校的这些特教部的孩子他们的学习辅导上啊，在学校的生活辅导上。所以在这边呢要再一次感谢我们和美镇公所感谢我们的镇长齁。还要更感谢的是齁，我们呢和美镇的镇民们齁，感谢有你们的爱心来捐助了这个发票。那未来呢我们一定也要将各位的这一份精神好好交给我们学校里面的孩子，让他们未来呢也可以呢来感恩，然后来服务社会。和美文教基金会是成立民国83年，今年迈入第25个年度。我们的宗旨就是帮助仁爱实验学校的学生，那些弱势重度及重度的身心障碍学生，不管在生活学习方面或是急难救助方面，我们都有所帮助。这次很感谢那个镇公所这次跟我们和美证明收集那么多的发票捐挹注在我们基金会里面。和美镇公所已经连续第四年将花海活动募集到的发票捐赠给各慈善团体，亲像是丰都老人福利基金会、家扶中心、华山基金会等等，希望借此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唤起大众对弱势团体关心。多张新闻，亚红吴和美采访报道。108彰化市市长杯篮球锦标赛吸引到23间学校、33支队伍来比赛。广告了后，再回来关心。沙里仙新农渔场伫园林林厝交流道边，阮用真清气的泉水伫饲鱼，餐厅嘛伫遮。阮不只有新农渔，嘛有其他真新鲜好食的料理。食好鱼唔免走远路，电话83675543，每一工阮拢有开哦。玉山当铺，鹿港镇中正路332号，汽机车借款、黄金、名表，中小企业打借款、支客票还款，电话775519，电话775599。你户贷数是不数？专业办理帮屋土地123胎贷款，进家这转马上新家，马上付款。银行利息、农地期货买当办理，电话0988205738，你户贷数是不数？新频道好康来报道 ，HD 免费频道任您看，真正的1080高画质，比比看就知道。但高画质，频道内容选择多更多。打开遥控器，235台至244台，一连10个 HD 频道，让您满足视听的享受，独享的 HD 免费服务。新频道就是对您比较好。
当然新闻现场是林桂英，明仔是拜四嘛，是旧历的十二月十二号。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伫东南方，好时是下晡一点到三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彰化县第一选区立委补选，民进党征召前鹿港镇长黄进元参选。十五号下晡，伫个民进党主席戴荣泰甲彰化县内党工职人员陪同之下，前往登记参选。经鹿港镇长黄进元伫民进党主席卓荣泰陪同之下，来到彰化县选委会登记参加彰化第一选区立委补选。卓荣泰表示，希望民进党会当在一月底台中市立委补选，加三月彰化立委补选取得胜利，为民进党提升士气，让人民看到民进党反省、改革、甲改变。我知道彰化的乡亲过去对魏明国县长的服务，他在自己的问政、施政还是非常的肯定的。那我们希望这一次彰化乡亲再给魏明国县长一个信心，对于他过去的问政，能够我们再延续下来，让我们把这一场选战打好。那今天特别来这里，我把今天定位为是我今天为民主进步党攻城略地的一天，我们势必要全力的把这场选战打好，给民主进步党打一剂强心针，让我们未来的改革更有力道。黄进元嘛讲，伊头一届参选鹿港镇长的时阵，大家拢无看好。不过伊嘛是当选鹿港镇长，说得来，民进党就赢得民国103年中华县长选举，以及说得来总统大选，有信心会有同款的成功经验当选立委。那真敢战战兢兢吼，啊，因为我啊，这个上阵吼，嘛已经120年啊吼，那伫这120年中间。我唔捌离开到咱啊，即个彰化，也就是讲我生根啊，即个基站，而且吼啊，我的牵手，佫是住伫咱河尾这边吼，啊河尾这边我伫咧做啊，即个观光部的主的时阵，河尾边我嘛已经吼经营3年外，所以来讲，伊伫在地即个部分吼，我是真认真吼，啊而且咱即个所有咱只啊六乡镇的居民对我嘛非常的肯定。所以这回啊参选吼啊，我非常的有信心。彰化县第一选区立委一部，因为王惠美当选彰化县长，需要进行补选。1月14到18号进行立委补选登记作业，3月16号是立委补选投票日。东山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树木会当美化环境，但破病倒落来，咪当危害到民众的安全。鹿港文武庙内至少有20多丛的老青啊树得到树干，因此鹿港镇公所赶紧向相关单位申请经费，替一挂老青啊树来医病，控制禾根病菌继续传出去。树木破病啊，买当请医生来看。鹿港文武庙将近20丛的老青啊树感染着禾根病，鹿港镇公所赶紧向农委会林务局争取394万的经费，请来树医生抢救。全部把它回填以后，好，要再灌水，然后再加速脚步让它发热。灭菌，造成灭菌的动作。抢救人员开着怪手，一卡一卡，真小心的，把严重感染着禾根病的老青啊树树根进行整治。咱鹿港吼，这文武庙吼，啊，这老树吼，安尼产生一个禾根病的问题，啊，咱嘛提报计划，啊，向农委会申请到394万的这经费，啊，特别啊，请这专家学者啊来做这研究。啊，针对禾根病的一个清除，啊，今啊是咱文武庙吼，请这专家啊来咧施作第一期的这个就是吼，这个施药啊，咱把这个土壤吼，加变起来，啊，把这个药啊，加施下去吼，安尼会当吼这个禾根病吼，第一期的一个吼，禾根菌先给它做一个清除，啊，希望讲这个禾根菌啊，会当来做施药完，能够展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成果，会当吼在老树会当够成长，会当够活化起来。其实禾根病是目前树木上界大的杀手，一旦树根染病，树木打气，随时拢会倒落来，严重影响到文物庙的安全。所以鹿港镇公所为着这挂老青啊树破病，一定要好好治疗。
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推广篮球运动风气，由彰化市体育会主办的108年彰化市市长杯篮球锦标赛，16号开始伫咧彰化市三民国小甲田中里的社区公园来举行。小球员伫球场顶争取好的表现。对民国106年开始举办的彰化市长杯国小篮球锦标赛，今年有23间学校、33个队伍参赛。市长杯有23个学校、33个球队报名参加，啊，也是我们彰化市公所哦那个经费的协助补助，啊，今年是办第3届，啊，很感谢之前邱建户县长、邱建户市长哦，他愿意来承办这个比赛，让小朋友有这个参与的机会。啊，今年我们林世贤市长一样很积极的、很热心的，愿意让小朋友这比赛继续办下去。三民国小校长指出，市长杯国小篮球赛目的是要给小球员一个比赛舞台，就算学生囡仔球技不是真实练，算是一个推广篮球运动风气的办法。我想说，我们这是一个希望说，先从推广来着手。哦，我们知道我们彰化县哦的篮球还小人喜欢，但是篮球水准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希望从推广跟经济两方面来进行，推广就是让球队增加，啊，经济是让球队的水准提高。我觉得说两方面都要同时做，啊，所以我们彰化市长杯有一个推广的一个目的在，希望让彰化市的学校球队小朋友想打球小朋友有一次机会参与篮球活动。主办单位指出，第三届国小篮球锦标赛将布置三民国小篮球场加田中里社区篮球场展开，也欢迎民众踊跃到场来替这群小小选手加油打气。多上新闻，中视梁中华彩虹报道。美干西社区大厦新年度春季班开设180门的课程，有兴趣的乡亲会当开始报名了。HBO HD 高画质电影，强档巨献。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Thank you. Channel 235 HBO HD 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现在转台，立即体验高画质频道。宝贝，你想看什么？随便啊，都可以。啊，这什么？都随便吗？我闭麦哦。哎，这是我的。我要看这个啦！你好棒哦！变换曲调，转换心情，音乐频道海量音乐任您挑选，新频道最懂我的心。就是重新学习教育理念，美工西社区大学开办真济特色个课程，另外嘛持续来推广在地戏剧文化，找来新团长北管艺师郑夏明老师传授北管乐曲。美工西社区大学为着落实重新学习个宗旨，将地方文化特色融合伫课程当中，非常受欢迎。新年度个春季班更加伫河北、新港、陕西总共开设180门个课程，提供民众报名。
美港西社区大学在接下来的108年春季班，总共规划了超过180门的课程。那其中呢，我们持续在推广我们的在地戏曲文化哦。所以108年春季班，我们特别邀请了107年度最新荣获国家新传奖的得主郑夏苗郑老师来开设我们北馆的这些戏曲。那另外我们也持续在县西这个地方来开设高甲戏曲的这些课程。那希望我们在地对戏曲文化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来报名社大的课程。除了继续推广在地戏曲，这次也请专业的老师开设手稿雕刻课程以及手工艺等课程。所以我们会靠着它的硬度去做塑形跟编织，所以我们会做出不同样式的一些线材去做变化。那这种东西它是不同的素材跟不同的那个玉啊、珍珠啊，还有一般的小的那些原矿石，我们都可以做它，做一个独一无二。杨文庆主笔表示，无论是想要运动、想要学手工艺，或者是对唱歌、跳舞有兴趣的民众，拢会当到美港西社区大学的网站查询搁较侪详细资讯。大众新闻也奉吴新港采访报道。中华一名47岁糖尿病男子，因为血糖升高，身体四肢软骨骨无法度振动，佮身高只剩32.7公斤，来到江滨树团病院挂急诊一检查，身躯顶哦带有4种致命性的疾病，好佳在经过一年的血糖控制，行动复健，即马讲身体真勇敢。甲糖果做的糖粒凹洞，代表着重新恢复健康。血糖解除破糖。即卖杨先生真健康，血糖嘛伫咧正常范围，过当走路甲医生讲笑。不过伊进前却因为糖尿病，差一点啊去记阎罗王。杨先生来医院的时候，血糖高到1939。那时候体重只有剩下32.7公斤，那时候他在急诊，然后进入加护病房，诊断出来有4种致命性的疾病，吼，休克并败血症，然后急性肾衰竭、呼吸衰竭并肺炎，还有高血糖急症，吼，这4种致命性急症在身上。那当然，经由我们重症跟医护团队的医疗之下，吼，他解决了这些重症感染的问题。可是解决了这些之后，其实因为他太瘦了，吼。然后整个肌肉萎缩，其实它还是存在四肢瘫痪的一个问题，跟血糖其实还是不稳定的问题。那所以在这1年半以内，那杨先生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毅力的支撑下去，配合着营养师的营养调控，复健师的这个复健指示，然后跟我这边的血糖调控，那他逐步逐步的把它控制在正常人的范围里面。江滨秀团新陈代谢科医师肖立伟就来提醒，过两礼拜外就是过了新年，糖尿病患者饮食要特别注意，一不小心新加年头可能就要来病院报道。30名甲初五隔开，阮总共收5个血糖超过1000的患者，拢入去加护病房，拢昏迷。吼、哦，啊，去年收一个啦，吼、哦，啊，所以就是讲。即、这个过年，大家真真正正吼，你有血糖的患者，咱有食就好啊，吼、哦，食卡无食饱，吼、哦，唔好，逐项拢食甲满意安尼，吼、哦，甲袂到家己的问题，常常安尼来爆炸安尼。对糖尿病患者来讲，若无小心，可能对身体造成负担。医师就建议，爱清楚控制食物的分量，千万唔通因为嘴口咧喘，食伤过量，性命煞休去。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来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哦，共有214公吨，平均的计数是每公斤11.8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卡玛多上价18.3元，中价15.6元，下价11.6元。各类菜上价8.2元，中价5.6元，下价3元。青菜上价41元，中价31元，下价16.5元。鸡肉上价34.8元，中价19.4元，下价10元。花菜上价17元，中价11.6元，下价10元。葱上价25.9元，到中价20.6元，下价18.9元。
包新饼上价十块，中价八块四，下价四块；葱头上价二十块六，中价十八块，下价十二块六。菜头上价七块八，中价五块七，下价四块一。菠萝上价十七块半，中价十三块三，下价七块半。白菜上价十二块半，中价九块二，下价五块。苦瓜上价四十五，中价四十三块半，下价三十一。受到东北季风加华南分雨区往东边山顶动的影响，水气增加，全台湾各地区拢会来落雨。北部地区的气温来到十四度，中南部地区气温嘛只有十六度。这一波东北季风影响哦，预计要到拜五才会来变温暖。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HD 高画质电影，强档巨献，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Thank you. 235 HBO HD 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现在转台，立即体验高画质频道。Healthcare 健康保健室，您好。宝宝打完疫苗后，为什么一直发烧啊？我老的最近心头泡泡菜，爱看医生不？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按下服务键，健康管理师将提供您24小时的健康咨询，还有量测型服务、云端储存并追踪健康数据，两种方案满足您不同的健康管理需求。现在申办 Healthcare 健康保健室，专属您全家人的健康照护，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分享到水晶当家四口三台万众瞩目的体育竞赛全程直播完整呈现，HBO HD 频道强档巨片精彩最新最 hit 的热门影集，新锐 HD 电影台华语制作院线强档，追剧神人的最佳选择，动机动力新频道就是要让你看的不要不要的。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飞，宝贝，你想看什么？随便啊，都可以。啊，这什么？都随便吗？
will be my honor. 哎，这是我的呀！我要看这个啦。